有时候在下真觉得，比起一宗之主，燕宗主更适合当一个流氓无赖。阿乔，你怎么总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？师尊教训的是，但我还是有点用处，不是？什么？这位娘子叫得好生疏啊！我叫白蓉，这是牡丹的别名。你也可以叫我小牡丹呀。玉霭就以此茶代酒，预祝掌教师兄明日比武，凯旋归来。哼，我知道他们这些人瞧不起我这种底层出来的，总有一天，我也要踩在所有人头上，让他们来跪拜我。想不到10年倏然一过，夜郎风采不减，真真令奴家心折不已呀。燕无师平日里如此狂傲，他断想不到今日就是他的死期。沈乔这一路如肥羊过境，你这次带点狠角色过去，可不能让那些蚂蚁苍蝇沾了腥。